婚姻大事是袂当安尼委屈家己来满足别人呢？不对啦，你安尼最后痛苦嘛是你家己啊。您讲的这我拢知影，也毋过你毋是爱我放下文员，我拢照做啊，是安怎恁阁要责备我？我毋是责备你，我知影你是为着恁阿母才会娶春美，啊，毋过你来这样讲啦，天叔啊，这毋是有害，你敢知影？我到底安怎做，才会当挽救所有的人啊？你毋是叫我一直放下执念，放天行出来，恁就会当甲修复，好好当去做生，敢毋是？天叔啊，我爱你放下执念，是希望你快乐。不是叫你吼牺牲你家己去成全别人啊！阮就算吼要修天庭，麦当等你百岁年老以后，才修复嘛袂慢啊。是啊，阮是真正咧关心你，恁来误解阮苦心啦。我，天叔，原来是安尼哦，我就感觉无啥对，雄雄改变你的心意，要娶春美啊！原来是观音得意的，我要找你论阿爸。唔免啦，这种事啊心甘情愿的，嘛是为着要解决我甲阿母之间的心结。你真是要安尼做？你家己爱想清楚哦，打开心结，放出天灵，这虽然是心中的代志，但是所决定的都袂用过后悔啊。婚姻的代志唔是咧办公结婚啊。我知影啦。好啦，你若既然决定哦，阿爸选择就是支持你的啦。人无想要娶你呢，丢秀啊！你真的足无路用的，你搞卡紧走。哎呦，哎，传来个车啦！啥？哎，秀啊啦，是嘞啦，我是道公道婆啦，阿都天叔，我想要跟你讲啦。对啦对啦。啥？我那是要讲啥？是啦，即马时机唔对，林刚叫我讲啦，我要先来走。哎，等下啦！哦哟，恁个拖拖索索，我实在是看袂落去啊！恁两个有啥物话，就好好讲好清楚。阿乌拿我直接无方便，就先来走啊！哈。你要讲啥？唔着紧讲。秀啊，是嘞啦，啊，我无应该因为讨好我阿母吼，就害你伤心吗？啊对啊啦，你顶摆手毋是伊切着，敢有较好啊？你去关心春碧才对啊，我也毋是你的相，你遮尼要紧是要创啥？你是我心内上要紧的人，我当然爱关心你啊。其实吼，你顶摆向我表达你的心意，我的心内嘛足欢喜的，因为我介意的人嘛拄好是你啦。你即马讲这已经上班啊，你拢要甲春碧成亲啊？我应该讲出这种三心两意的话，啊，若无，你会伤害两个查某人的心。你听我讲，我甲春美啊已经解除婚约。敢真实嘞？秀媛，我心肝内自头到尾就敢你一个，因为你是我头一个嫁的查某囡仔，嘛是上尾一个。若是安尼，你敢愿意嫁乎我？我当然愿意。水母的，你这波真正有效呢。哎呦，当然咯。哎，伊两个人哦，明明就互相依赖，搁要安尼叫做无依无依，也是无用这个方法。我看伊两个到死拢未讲出家己心内话。丢。